我们会给海璐姐看台词以及看那个片段，后面几帮请戴上耳机。恩哥年纪大了，越来越像老爷爷。来，请播放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我们是美丽二人组。这样，人家去学校笑一下。每个班班长在锅炉房办公室，校长室我也全都不放过，我气死他们。你们要敢这样给我上街，我现在就通知公安局把你们俩抓起来。没错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们的美丽不能掉。我小孩就看了这个。Hello 姐，你得带着那四重人物关系啊，传递开始。啊！停！开始了，这就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你们这是干嘛呢？我们是美丽二人组。我们打扮成这样，明天要去学校秀一下。每个班我都要去走一趟，锅炉房、办公室、校长室，我也不放过。我气死他们！你们要敢这样给我上街，我现在就通知公安局把你们给抓起来。没错，哦，他爸的，没错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们的美丽不能丢。经验之谈，前四句再来一下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零，你是闷劲，这是干嘛呢？我们是美丽二人组，我们打扮成这样，明天要去学校。我们是美人二零组，美人二人组，不如后面几句吧，后面几句。每个班我都要走一趟，每个班我都要走一趟。锅炉房、办公室、校长室，锅炉房、办公室、校长室，我们可全都不放过，我要气死他们。一个都不放过，我要气死他们。头可断，血可流。我们的也不能丢。向后传递。停！你们这是干嘛呢？我们就要打扮成这样，明天去学校转一圈，每个班都转。锅炉房、校长室、医务室，这演得像爷爷。某公公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什么什么，我今天的发型可不能丢。啊，两个人是吧？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应该进来一半，基本上。走，今天我们来这儿。今天我们来这儿，可以去医务室、锅炉房、校长室、休息室。休息室。头可流，血可断，发型不可乱。哦，呸！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他说走就走，走就走。去医务室，休息室，好，对，最后一棒，哇，太吵了，呸，呸，这是在第几棒变成了一个公共的故事？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去医务室，跟我去医务室，体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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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室可伤，不是，室可伤，头可断。血可流，我们的发型不能乱。发型不能乱，不能乱。好，传递结束了，到渐次了啊！来，渐次到前面来说出你最后听到的台词，我们来判断你对了几个字。那台词是：呸！李公公，你也有今天。呸！我都没听懂，跟我走去体育室、医务室。美容室，美容室，什么单位？是个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发型不能留，不就变成我的样了吗？发型不能乱，不能乱，发型不能乱，好棒，总算自己圆的，我觉得特别好。
最后渐次回答正确了12个字。哇，也还行，也还行。一共有几个字？一共啊，晶晶，你敢问这个问题？你看一下海璐姐手里的台词。对不起，你这棒比往常的外国人还差呢。啊，下一组。哥，你是第一吧？对。没有你发挥的空间，你这么绝顶，应该是最后一个。没关系，我争取多说一点字，让我们在字数上取得胜利。我没什么信心，我记忆力真不行。第一个你往后边不是越拉越少吗？不是有词儿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咋换啊？可以啊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战术战术啊，来戴上耳机啊。哇，这么多。你是读的，你怕什么多呀？播放片段。老弟，你这个酒量不行。你搁我就是连喝20瓶，我都不醉。家长说好了啊，喝完酒就弄死我。你喝我就弄死我，你弄死我我就喝。你先喝，我就弄死你。弄什么？是吧？你先喝，喝完我就弄死你。大哥，看脚下，看脚下。大哥，啊！大哥，老弟，大哥，你咱俩去拜天地。不是，这是不是这拜马的？大哥先跪，看一下。醉意，醉意啊！带着那个醉醺醺的劲儿啊！醉醺醺，来传递开始。老弟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！你哥我就是连喝20瓶都不醉。咱们说好了，喝完酒就弄死我，你喝我就弄死你，弄死我我就喝，你先喝。我就弄死你。大哥，大哥，老弟，大哥，咱俩继续拜天地。不是，师傅，这叫拜把子。大哥先跪，不要离开我，我舍不得你。来，再次重来一遍。老两个人嘛，是吧？两个。这叫拜把子啊，这叫拜把子。不要离开我，我舍不得你。不要离开我，我舍不得你。对对对，这拜把子，拜兄弟拜把子。老弟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，你给我就连20瓶都不醉，连喝20瓶都不醉。下一棒，俩人，明白。老弟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，你哥我就是喝20瓶都不醉，你喝我，喝完我。你就弄死我，你喝不死我，我就弄死你。今天先喝过我，你弄我，我也弄你。老弟，你喝完这一壶，老哥我就跟你拜天地。大哥不是拜天地，咱俩是拜把子。师傅，那个就这样吧。好，明白了。哇，对好多个，对好多个。两个人，老哥和老弟，老哥来了。啊，老哥，你酒量不行啊！啊，你酒量太差，我能喝20瓶。老哥酒量不行，你酒量太差，我能喝20瓶。你就喝这么点儿，就喝这么点儿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咱们不是咱就得喝干了这杯酒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都喝完不能走，不能走。不是，喝完我得弄死，我得弄死，我就弄死你。弄不死你我就喝，弄不死你我就喝死。对，如果今天咱们俩谁都没死，咱们没死，咱们就一直喝。不是，咱们拜天地。哎呀，哥，拜兄弟。哎呀，哥，拜爷爷，别抱一下，我俩太过于兴奋。再说一遍，主要是老哥在演。老哥说，今天我要是没喝死，那我就弄喝死，我就弄死。我今天弄不死你，我今天弄不死你，我也没喝死，我也没喝死的话，我们俩拜天地。哎，哥。拜兄弟，拜兄弟，嗨，说什么呢？就这个，哥，老哥哥和老弟弟啊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，我能喝二十。
十瓶，我喝死你，我要喝不死你，我就弄死你，我要弄不死你，咱俩就拜天地。哦不不不，老哥哥，咱俩是拜兄弟。咱俩一直喝，喝不死就弄死你。老哥哥，老哥哥，我真的喝，我能喝二十瓶，我能喝死你。说到这个词儿，给小东带劲的呀，魂回来了。开始了吧？来来来，反正都说肯定没错吧，哥哥哎，哥哥哎，哥哥哥哥，你喝，我不能喝了，我不能喝了，让哥哥哥哥，咱们俩拜天地吧，拜不不不拜天地，不拜天地，这个咱们俩这个拜不拜，那哥哥哥哥老哥，你喝，你不喝我弄死你，你这真像喝多了，全是车轱辘话。我能喝二十瓶，咱们俩拜把子，哥哥弟弟。兄弟，大哥二弟，大哥三弟，好像三结义啊，二弟三哥大弟，反正都说一遍嘛，差不多了吧？说全对啊！包包这轮答对的是18个字。Yes！ 哇！最后一轮啊！我刚才在下面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穿这条裙子了。为什么？显腿长。显的怎么是显的呢？我真丑是显的，感觉你的肚脐眼在喂着呢。请大家戴好耳机，上台词，看一下片段啊。你是玲玲对吧？没错了，走呀，跟我出来一趟。你谁呀？我报警了。哼，我是谁呀？啊，你听好了，我是罗子君的妈妈。陈俊生的丈母娘，你报警是吧？哎呀，你报吧！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。我跟你说，就你这种人，放在旧社会是要被陈坛要被乱棍打死的呀，你晓得吧？好的。哦，哇！传递开始。开始了。来了。Two people understand。你是玲玲对吧？没错了，走吧，跟我出来一趟。你是谁呀？我要报警了。我是谁？你听好了呀，我是罗子君的妈妈，陈俊生的丈母娘。你报警是吧？好啊，你报吧。你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？我跟你说，就你这种人，放在旧社会是要被陈坛要被乱棍打死的呀，你晓得吧？陈坛乱棍打死，我知道了。等我陈坛乱棍打死，你报警是吧？好吧，你报吧。你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白痴？白痴！快点，时间不多了，我记不住了。快！你是玲玲是吧？干什么啊，阿姨？我要报警了。你报呀！你让警察来评评理呀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罗子君的妈妈，陈冠生的丈母娘。我让警察来看看你这样的败犬。伤风败俗要是放在古代是要进猪笼，陈塘的，陈塘的。阿姨，你给我放尊重点。结束。快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记不住了。他哥一脑瓜子问号。你是玲玲是吧？玲玲是吧？想混过去啊？怎么的？什么翅膀？阿姨，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古代是要进猪笼陈塘的，放在古代你是要进猪笼的。别吃。阿姨，你给我放尊重点，我尊重你。你拿点值得我尊重。哥们，第一句是啥来着 ？Bitch。已经想不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哎呦，我哥！腾哥摔倒了都。最后一棒，最后一棒。阿姨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。阿姨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在猪骨？你放在古代你是要进猪笼的呀？古代是要进猪笼的呀？啊？什么？猪笼？
你这个样子要在古代进猪笼的呀。对，阿姨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我不这样说话怎么说话呀？没有说话呀，白痴。哎呀，就记住拜师吧。听听小宋最后能够接收到多少台词。阿姨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样子在古代是要进猪笼的了。阿姨完了，我是这么说的。不是，阿姨进猪笼了。你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，你要上天的了。白痴白痴白痴。这趴真的挺像有外国友人的。小宋说对了八个字呀。哇塞，这么厉害了。你我他阿姨这些都说对了。最终在声情并茂环节获胜的是嘉宾队。